这是全马唯一一个，也是算第一个 EV Go Kart。哦，这个我们就是要玩的这个车子。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rence。看到声音是什么吗？对 ，Go Kart 不是广告啊，这是全马唯一一个，也是算第一个 EV Go Kart。所以看到它声音很小声了，其实人在跑着。OK， 今天我来体验这个 Go Kart， 也是我最近上瘾了，因为超久带我去一个不中 Go Kart 过后呢，我就很喜欢。那刚好今天跟我朋友一起来玩，我就拍个 vlog 给你们看。他们今天这边有三个 section， 讲讲三个 section 呢，还有 Novice 就是普通人刚进来 Beginner 啦，然后还有一个 Advance， 还有一个是 Pro。你第一次来这个 Go Kart 场呢，你一定要先去 Beginner 的。OK， 那个 Beginner 呢，就是他们会跑十分钟，然后你会跟很多人朋友一起跑，然后你要到48秒。完成最快的 lap， 你有机会上升到 advance。advance 过后我就不懂他们怎样算，但是呢，他每一个阶级他们给那个 hot bar 不一样，因为他们呢是 EV 的一个 controller 的，所以他们可以随时关掉你 engine， 随时 cut 掉你的 speed。因为如果有人撞车或受伤的话呢，他们可以及时在很远地方就可以停你的车辆，所以是非常安全的。等下呢，我就会上去跟 Romy 我朋友，然后等下会上个课，上好课过后呢，我们就开始我们 beginner 的第一次。OK， 我会拍一个 GoPro 放在我这里 POV 给你看。Let's go。哎，第一次接下去哦，拜拜拜拜。好，我们现在已经上完 briefing 了，然后我们就开始接下我们行动面试。我们主要先看看，我想到这次刚才有一个，只有两个菜，这个花的，然后我们现在下去了。终于来了，这是 Advance， 所以不能跟我玩。弱啊！我是42哦，好，41。OK， 等下看我可以打到你们吗？可以啊。OK， 这个是谁？请猜五秒。Let's go！ 他的第一次，可是他平常是驾车很快的。对，我们现在上车了，看名字是9号 ，Clarence Drive。A few moments later. OK， 好，我们现在已经跑完第一个 session， 我是第一名，可能也是刚好我是排第一个，所以没有人跑赢了。OK， 我要需要跑多一 round， 第一名的名次会比较幸运一点啦。然后，差一秒就可以上一关的，也没有差8秒就上一关。那你要上到 pro 的话，就是41秒，所以我41秒真的最讨厌，因为我真的最有点差，可能 advance 稍微快一点。只有一个 corner 我就光就是这个 corner， 来大家看，这个 corner。可能我那个 racing line 这里面哦，我一直吃不到哦。你看，我这里是，哦，人家试看，我要48就好了，我要去 advance 可以就够了。整个节是爽啊，因为它没有声音，它声音是那种很未来的，然后灯光很好，路灯很好，是有一点热性，它就是 full size kit 帽子，然后基本上都 OK。如果你们手套戴起手套，如果有经济带，因为这是5块，如果穿手套的话也是5块啊，有的话就用提前哦。然后如果
们三个先生的话，你在里面再过去带我们。OK， 希望等下可以见到啦。啊，这个是 Grace 他们的，还有他们 Advancer， 所以特别快一点点，是真的很稳。他们是外面，哦哟，这个是我每次逛的地方，超快，我的米方快哦。哦，原来像是，哦哟，看我两次，向左转到弯，哇，帅。超多这种 equipment 给我们看自己成绩，超过分了。A few moments later， A few moments later. 整个 apps 里面的 rank 4000多名，只要你们喜欢这部的影片，是一个关于汽车的影片， OK， 你们可以分享你们去过 Go Kart， 写在我的下面的 comment， 可以一二去挑战，哇，好像有不错的 content， 给我们下一期见，拜拜。